他说，预防武汉肺炎的方法不是只有戴口罩和洗手消毒，更重要的是要新冠肺炎侵袭拉警报的时代，网络上这些相关资讯到底是真还是假？三峡介寿国小媒体试读课开课，任课老师以网络贴文出题考考小学生，各自举起白板写下答案，而怎么找解答，老师再教起辨识真假讯息。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必须从小让孩子学习破解假讯息。包括从小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阅听者，包括我们在学校的报章杂志的平面到电视媒体，包括我们上电脑课的时候的网络时代，在的呢，我们现在的资讯获得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在媒体识读上面的所有的零零总总的这些素养。透过载具连接网络世界，难以估计有多少讯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而这些资讯不管是资讯扭曲还是刻意的资讯造假，都有可能造成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解，长期下来影响力就会改变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最初认识。学习辨别真假，才能挡住假讯息入侵。怎么样学会辨别真假新闻？就是如果你去按赞的话，可能就中了那个人下怀跟诡计，所以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害者。对，如果你被中计的话，那你就被害了。被害了之后，那个故意要害人的就会赚很多钱。就是要先看标题，不能只看标题，要去看它的内容，再辨别它的真假。不然就是去那个可以相信的网站上面去查证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到一个正确的网站查证那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要查证呢？这样子才不会被骗。小学生的媒体素养能力包含辨别假讯息的警觉性和找出正确资讯。网络世代的孩子面对网络越来越快的发展，媒体加上科技素养是必须持续深化。大数据时代，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点击，一直在做一些浏览的时候，很容易那些不当的讯息观念也进到我们的脑袋里面。那这些不当的讯息其实是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品德判断标准，所以教导孩子如何辨别真伪，如何在有事实证据的状况下呢，去了解新闻的重要性，我想是对孩子媒体素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介寿国小媒体素养课程从阅读能力开始培养，并且透过真实案例需要求证、统整和反思，逐步养成同学们有数位时代的思辨能力。记者林立吴志恒三峡报道。